2009年 NFL 44條 ，Eater Decay， 就係一溜蟲咧就變成為 Proton 同埋 Electron。咁而家就有一個叫做PU 嘅嘢。咁佢咧呢個數其實就係同呢個一樣啦，即係佢條題目咧啲嘢諗唔清楚，係244924。咁佢就話會做 Alpha 同埋 Beta 嘅 Decay， 咁變成為啦 PB。208同埋82，咁相同啦，變 helium 42啦，就是 A， 咁 B 咧就是電子 E0-1，咁所以咧我哋好快咧可以 set 到條 equation 啦，我哋可以用 mass number set 條 equation， 亦都咧可以用atomic number 啦 set 多條 equation。A 咧就會變咗做9啦，而 B 咧呢邊就係18啦。加翻18，咁所以咧 B 咧就會係6。好啦，咁咧有6粒電子出咗嚟，有6粒電子出咗嚟，即係有6個 beta。咁啦，咁題目就係問啦，究竟有幾多個呢一款嘅 equation 咧？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嘅。beta 嘅 equation，beta beta decay 咧就係講緊PU 裏邊有幾多 nitrogen， 佢變成為 proton 同埋電子，咁所以咧呢個 proton 咧就 exactly 就係呢個 proton， 咁而家就有6粒嘅電子出嚟，咁所以咧就有6次咧呢一個嘅 equation 啦，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boy 啦。